大家好，我簡單講兩句啦，咁就辛苦各位傳媒朋友咁凍嘅天氣喺度守候咗咁耐嘅時間啦。咁詳細嘅情況，我覺得都唔係太適合講太多，因為我估計啊，今次被捕嘅人士都幾多，咁就詳細嘅資料，我覺得而家都係個警方調查期間，咁我不便去發表太多嘅評論啦。咁但係就住我自己今次係被控國安法入面嘅顛覆國家政權呢條罪行，喺過去呢40小時嘅被拘留同埋調查嘅過程之間，我不斷反問我自己，我做咗啲乜嘢？我作為一個香港人，點解會被控一個顛覆國家政權嘅罪行？究竟我有冇咁嘅意圖？我有冇咁嘅能力去做一件咁難以想像嘅事情？不過好慶幸今日依然都可以行翻出嚟。咁而家我係保釋出翻嚟嘅。都想透過大眾傳媒簡單同大家講一句，香港人加油。有冇講下保釋條件係點啊？有關於個案情或者被調查嗰啲狀況，我覺得都不適宜透露住。條件啊，都係現金保釋嘅我。幾多錢啊？30,000港幣嘅，係啊，30,000港幣保釋嘅我，係啦。有冇話收咗旅遊證件啊？有嘅。但係覺得其實即係今次警方拘捕你，你覺得佢哋嘅用意係喺邊度咧？因為我對於成個案情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太過清楚，咁所以用意嘅話，我都係作唔到評論。有冇預想過會被控以呢一條罪？因為當時即係參與初選嘅時候，當時都有啲聲音話講過係有可能犯呢條法㗎啦。但到而家真係俾人拉咗呢一刻。其實我自己又都覺得幾突然嘅。咁又因為係昨日嘅清晨時分，警方登上我府上咁拘捕我，搜查我嘅屋企啦，同埋帶我到我工作嘅地點再搜查，咁所以成個過程都係突然嘅，咁我自己都係冇預料嘅。咁就大致上係咁多，辛苦各位傳媒朋友。我自己又進行一個錄影嘅會面嘅。所有都係嘅。我自己咯，係啦。每星期使唔使翻警署報到啊？嚟緊都會要翻警署報到嘅，但係詳細嗰個要睇翻啲資料，我冇乜留意到。係啊，唔該。咁又如果冇乜大問題，冇乜特別問題嘅話，就大致上咁多。再一次辛苦各位啦，thank you。